评价 Dr. Jones 跟我那么唔对，我是应该好好想清楚未来路要安怎行。是第三年的单身 party 发现伟泽的欺骗以后，才律师替我准备的。我一直给伟泽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却颠倒给家己一再受到伊无情的伤害。一遍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虚伪的婚姻。我认为无这讨论必要呢。咱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啦，敢不是？陪这段时间从啥？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告诉我解释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说哦，卡就这紧的，不过你无所这样条件的。嘿，就是我的。钟伟哲，请你不好清楚哦。劈腿在先，我代人讲，十年前你车祸受伤，已经得到驾驶啊。而且迄个时阵，熊伯伯还阁细汉，身体无好，我唔只会吞论你对我所做一切。我本来了准讲，你已经改过自新啊，想袂到你竟然明知故犯。你唔若继续失去记忆，阁甲江小婷恢复感情，继续欺骗我，甚至阁跑，我已经无法度吞论你对我所做一切啊！强强的，咱两个人分离离的，我袂对你提出任何要求，还阁赔偿。阁看安怎讲，大家翁仔某好来好去。庄思瑶，真厉害嘛！你把所有代志、所有责任都送我。十几年前，你讲你要查出熊北边的病因，所以家己 Dr. Jones 的研究所做。这么多年来。你跟你的客人拢伫个美国，恁是不是大家拢连做伙？我是真唔知影，我无看呢。今麦讲恁两个无暧昧，归家相信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咱个大恩人？若唔是伊这么真心叫咱个熊 baby， 熊 baby 敢有法度真心到今麦？所以你就认定是大文人，就把自己当作礼物以身相许。我抓准你打人就无代表你心虚，你这款行为敢若证明你心内有鬼。反正你跟Dr. Jones讨论案件已经足侪年啊，所以你的外语加上学分，我该尊称一下学姐。离婚 ，OK 啦。十年前是3000万，十年后，甲你后头出一半的财产摕来做赡养费，反正我过会考虑。钟伟哲，你来这么袂见笑吗？咱这段婚姻是你对不起我，你若好意思要跟我讨赡养费，我无甲你讨赡养费，已经对你真好啊。你若有这个命安尼做，你都唔该你安尼做，别人会笑你是窝囊废，别人会笑你是假冷风诶。你就要看什么人先提出离婚，看什么人去希望得到自由。我无差，我无想要离婚的，是
是你赶要甲客家小撮走，是你急甲爱我亲自离婚，上个条件相夫赡养费天公地大，你是我总为者，七鬼破的，其他的查甫人是袂当扣伊钱，不过你忘了，你是我亲爱的老婆，我特别给你一个选择。